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343页，343页，倒数第三行。从倒数第三行看起，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。这一句是经文，念老的注解。数是凡数，类是品类，有数者众也，就是一般上讲的凡夫众生。众生这个名词含义非常深广，众是众缘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这范围太大了，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。我们人动物四大五蕴，众缘和合而生，这众生。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，矿物还是的。啊，科学家将整个宇宙归纳为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啊，自然现象呢，它太微细了，看不出，想必也离不开众缘和合，否则的话它怎么会生起啊？所以这个范围很大很大。那么通常我们讲众生呢，狭义的意思专指人类，或者是指十法界的众生啊，叫有情众生。人是有情的，动物是有情的，植物矿物好像没有什么情。其实现在我们知道，植物矿物还是有情啊，他的情识是很敏感的，也很明显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，所以误会了，把他看作无情众生。啊，那佛也很慈悲随顺，我们说无情，佛也是无情。啊，其实佛知道事实真相，我们确实是不晓得真相。华严经上有一句话是：“情与无情同源同质。”这是说菩萨成佛，菩萨成佛那个境界里头，无情众生也成佛了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他成佛了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成佛了。这一句话，一直到前面老一辈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没有能把它讲清楚，所以我们学了多少年，对这一句话呢，始终是有一个疑问在里头。这个疑问没有办法
断掉。啊，直到最近这几年，我们看了当代的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解决回头再看佛经，经上讲的一点没错，只是我们自己智慧不够，看不懂。那明白之后再看呢，看懂了。啊，对于佛菩萨智慧、德行、善巧、高明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科学给我们说的，像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水是无情的，我们一般的人，这矿物啊，无情的。啊，他不能看不能听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他不知道啊。江本博士一实验呢，水能看能听，懂的人的意思，不但能听呢，比我们厉害，他没学过，这个世界上各种文字他都懂，他都会看啊，不会认错，这很厉害啊，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懂。我们的起心动念他懂，他知道。我们看到他的捷径，完全明白了。江本博士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，没有发现的两个图案完全相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万法无常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呢，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，不是真正相续。真正相续应该有同的，前后是相同，前后不同啊，然后回过来看我们人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相思相续相啊，我们从显著啊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，我们的身体一年跟一年不一样，年年不相同。从出生那天起，一年比一年老化了，这个一点不假了，大家都承认了。是不是一年一年起变化了？不是的，月月都不同。再往细观呢，天天都不同。再入细观呢，每一个小时不一样。再往下观呢，每一分钟不一样。过去这一分钟再不回头了。啊，人最精进，分秒他都不停留的。啊，向什么目标精进呢？向坟墓精进。他不肯留啊，真的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啊！啊，从出生就往坟墓上走，这一条大道，他不拐弯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人生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世间人。
建功立业，留名于后世。啊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叫三不朽啊。真的不朽吗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天空当中几乎每天都有星球爆炸了，毁灭了，啊，星系没有了，像我们这太阳系没有了，它都有寿命的，银河系也有寿命的，不是永恒不灭的。那么三不朽是一个空的假想，不是事实。啊，人是无常的，无常里头有真常，谁知道呢？圣人知道，佛菩萨知道。那我们的老祖宗，那是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就知道了。啊，《大学章句》上说的，绝对是在佛教之前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那个明明德是真常，永恒不变。明德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信，真如本性实相，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对，老祖宗有智慧啊，一切万变当中他看到不变的东西，一切变化里面他看到不变化的东西。像我们现在面对的电视啊，电视的屏幕不变，永远不变，电视里面的画面是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啊，它是不断在变，所以不变里头啊有变动，变动里面有不变，它在一起呀。啊，反复看电视，完全看画面，不动的屏幕忘掉了，你看到只看到画面，没看到屏幕，屏幕。觉悟的人啊，是画面跟屏幕清清楚楚全都看到了，那就是觉悟的人啊。小乘人偏空涅槃，在画面上他只看到屏幕，没看到画面。凡夫是只看到画面，没看到屏幕。啊，我用这个做比喻很亲切，诸位不难体会到。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佛菩萨的大慈大悲。啊，佛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跟诸佛如来一体，跟恶鬼地狱一体，通通是一体。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头，无论是真如，无论是六道三途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。他生智慧不生烦恼，啊，他生出大慈悲心，帮助一切众生，
教化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他能做得到啊！这就是这一句经文，为诸书类作不情之友。这个书类是一切有情众生。啊，师道在中国过去社会是非常尊严，尊师重道。啊，中国人最尊重的就是老师。把尊重老师看作尊重祖宗，同等看待。啊，所以老师具有神圣的地位。啊，家庭子弟多了，要办个学校，这个学校叫塾，我们一般叫私塾。塾是家庭子弟学校，古时候是大家庭，啊，一家人口三四百人，五六百人，小孩很多。啊，总有几十个小孩，啊，所以要教。啊，学校多半在祠堂，利用祠堂这些硬体设施来举办。啊，这个意义很深。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。啊，小孩在祠堂里面读书，让他慢慢习惯了尊重祖先，他就会孝顺父母。所以教孝啊，教敬，都在祠堂里头教，不在别的地方。啊，请老师。那是家庭里头最大的一桩大事。那在家庭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呀，研究讨论呢，请这个老师真正有德行，把德行摆在第一。第二个有学问，第三个会教小朋友。啊，他有慈悲心，有爱心，有方法。选定之后，啊，家长大概都是太公啊。啊，因为从前一个家是大家，所以家里根本不分家的。一家人都住在一起，是个社会组织。啊，家长多半是曾祖父这一辈人，他们来担当。啊，高祖父挂名，年岁太大了，不管事了。啊，那我们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。都要去迎接老师啊！老师到了，就在私塾啊，礼堂里面接见。家长们对老师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。啊，学生。就是家里面这些子弟站在娘旁边看，一看到我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
对老师读三跪九叩首，看到这种仪式还能不听话吗？不敢不听话。我家里面的老祖宗对老师都这么尊敬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所以这个礼也行，家里就上上下下的和家里面做工人，对老师个个都尊敬，尊师重道啊。为什么尊师？把道看得重啊，学看得重啊，认真努力学习啊。老师要不认真教，要不把学生教好，怎么对得起人家家长？真教啊，真干呐！啊，老师教小朋友，孝顺父母，啊，尊重祖先。父母在家里教儿女，啊，尊敬老师，重视你所学的这些课程。一个小孩能成人，父母跟老师密切配合，把他教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老师只有你看请，那多大的力气把他请过来，不是随便邀请的，没这个道理的。啊，知问来学，未问往教。啊，老师在这里立了一个学堂。啊，一个教室，你来学一定是来拜老师，亲近老师，不能说把老师请到我家里去，没这个道理的。啊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对老师这么重视，佛教里面对老师是更重视。啊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比佛低一级，菩萨是老师的学生，是我们的学长，他也有能力有资格教我们。啊，这些人呢，啊，他们懂得世间真正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不多，那要不懂得尊师重道就没有机会教了，他怎么能回头，怎么能学得好？所以菩萨大开方便之门，不要请，你可以学了，能学，有这个条件，我主动来教你，不请之有，不用请，菩萨就来了。啊，那佛呢？佛也是这样的，慈悲到极了，但是佛来教你，他不现佛身。啊，他现菩萨身，他什么身都能现。啊，在中国，中国人不懂佛菩萨，中国人喜欢圣贤。佛菩萨到中国来教中国人，不能现佛菩萨身，现什么身？现圣贤身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嘛。这个地区众生喜欢圣贤，尊重圣贤，佛就用圣贤身来教化众生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佛有这个智慧，有神通能变化。那，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呢？我认为呀，是的，而且很多。
啊，他们来带领我们。啊，那其他宗教呢？我认为其他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，所以宗教是一家了。不要佛了，变几个身份你就不认识他了，像舞台表演一样啊。这一场表演这个角色，下一堂又可以换一个角色，一个人呐。设法界就是佛菩萨的舞台啊。他们是来表演，用表演这种方式活活泼泼教化众生。啊，这是所以为这些为诸受累，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不亲之友。我们看下面念老引用慧疏的话。慧疏云：众生悲觉，沉迷漂流，生盲无目，无习处心。只有16个字，把六道轮回的众生呢，描述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六道里的众生违背了觉性，觉性是自己的本性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觉性是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人性。啊，老祖宗说人性本善，觉就善，迷就不善。啊，古大德编小朋友的教材三字经，就把这个放在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那个本善的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是一个赞叹的词，就是太好了啊，就是这个觉的意思，无所不觉，无有不觉，这叫善啊。啊，觉就称之为佛，所以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现在是不是佛呢？当然是佛，现在不过是个糊涂佛，真是加两个字啊，糊涂佛。那一切诸佛呢，也用加两个字，明白佛，他们明白了，我们糊涂了，通通是佛。啊，为什么糊涂呢？因为我们有烦恼。啊，烦恼太多太多。烦恼分为三大类。啊，无明烦恼，就是你迷了，你什么都不明白了。啊，因为不明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我们看错了，也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一错到底啊，错了以后什么结果呢？六道轮回就是结果，
自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是一场噩梦啊。噩梦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变现出来的幻想啊，像晚上做噩梦，醒过来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做梦，做梦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只要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不再执着了，也就是说，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言行，统统放下，六道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那就是你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超越六道，这个人在佛门就称他做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。三大类的烦恼只放下一种，见思烦恼，就证阿罗汉果。再放下一种尘沙烦恼，那就升一级了，就叫菩萨。最后把无明烦恼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，叫佛陀。啊，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佛，每个人本来是佛，这个要相信啊。佛门里面讲信呢，现在没人相信啊，到哪找这个相信的人啊？头一个信是信什么呢？信我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。你不相信自己成佛是佛，你怎么成得了佛啊？净土法门理论依据啊，就是两句话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。净土中的道理就立足于此，你首先相信是心是佛，这个心就是我现前起心动念这个念头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这个。但是我们念头错了，所以变成六道轮回了。我们念头什么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、五欲六尘，这大错特错。啊，佛教我们把这些错误念头统统放下，自信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全是妄想，全是幻想，根本就不是事实。啊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，初听佛这个说法不能接受。啊，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这是说众生悲剧啊，沉迷在六道轮回啊，六道不断在转，就像漂流一样啊。比如什么生盲无目，好像这个小孩生下来眼睛就瞎了，从来没有看过光明，是真的，我们生下来就迷了，迷了一辈子，死也没觉悟，来生投胎的时候又迷了。这个生盲的比喻比得好，因此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出离六道轮回，没这个念头，无习出现。祈求超出六道轮回的念头没有。
轮回太苦了，轮回是个假象，根本就不是事实。啊，如何处理呢？处理的方法太多了，大乘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超出的道路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对我们来讲，门门都不适合。为什么？太难了，理太深了。四修太难，一生没指望。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给我们建了一个特别通道，特别法门，就是念佛往生净土，一生就能超越，不再搞轮回了，不再搞十法界了，一生成就。这个法门简单容易，快速稳当，可是他最难相信。啊，能相信这个法门，真正是极大的善根，福德因缘，不是极大善根福德因缘，他遇不到，遇到也不相信，相信也不肯干。啊，所以佛在《弥陀经》上说得好啊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往生极乐世界，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呐！啊，世间任何好事，是包括天上啊，天上人间好事，往生净土是第一好事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。啊，我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啊，才搞明白了，现在一切都放下了，什么经教我都不看了。啊，我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决定得生净土，你得有信心，有把握。啊，真放下就有把握。啊，念佛人不能往生，就是没有放下。啊，放下，从哪里放起？这个很重要的，从自私自利放起。首先把自私自利放下。啊，放下情执，这最难放的。情执是属于贪，贪的根。放下傲慢，傲慢是嗔恚的根；放下怀疑，怀疑是愚痴的根。你要放下贪嗔痴，要从它的核心下手。啊，情执、傲慢、怀疑，你从这里下手，贪嗔痴才能断得了。戒定慧才能成就啊！成就戒定慧了，那你在菩提道上无往
而不离，你真的就一帆风顺了。所以因为众生苦，众生迷惑，众生颠倒，现在众生严重的怀疑，邪正不能辨别，菩萨悯之，菩萨看到怜悯他们，无疲厌念，没有疲劳，没有厌倦，念着这一些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，常为不清之忧。众生有感呢，起心动念，佛菩萨全知道啊！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他的到来是冥冥之中来加持你，没有现身。这样子你能够接受。如果他现身了，你把他当作妖魔鬼怪，会把他驱逐出境。菩萨不让你再造这个业，来帮助你，让你不知不觉得到佛菩萨帮助，慈悲的基础啊！随主爱护，就是你到哪一道，菩萨也在哪一道。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你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个是事实真相，不是说着玩的，也不是说大话，完全是事实真相。众生不知道感恩，还要回报，但是菩萨决定不会舍弃你，依旧在帮助你。到你哪一天觉悟了，你才会磕头流血感恩。我那么迷惑，干那么多错事，侮辱菩萨，回报菩萨，羞辱菩萨，菩萨还是这样子这么好对待我。你觉悟的时候才晓得，没有觉悟你不知道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，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是自信里的原本的心得。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常说，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慈悲。这个慈悲的基础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确。这是慈悲的基础。所以这个慈悲是永远不会变心的，不会改变的。你把菩萨杀了，菩萨还是爱你，菩萨还是照顾你。你一到天下去找，你找不到第二个叫菩萨对你这么好。故涅盘记曰，涅盘经有两句偈子，说是就要求然后得了，如来不请而为鬼，是是世间法了。世间法我们要遇到困难了，我们求救，
我们要求然后才能得到。如来不是这样的，如来不请自己就来了。我们遇到苦难灾难的时候，灾区灾民要请求救援啊，才有人来救你。菩萨没有人情，早就来了，就是做不情之友的意思。又不情之友，见维摩经云，维摩经上有这个说法：众人不情，由而安之。啊，大众当中没有人情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，当他30岁那一年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，就成佛了。没人请他，没有人请他说法，他就准备入般涅盘。为什么？人间没人知道啊，谁知道他成佛？但是世尊这桩事情，四禅天人知道了，四禅天看到了，世尊在菩提树下实现成佛，他们来代表，从四禅天下来，变化作人身，代表在地球上的居民向释迦牟尼佛请法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。世尊默然，默然就是同意了。这出定到落叶云独孤比丘，开始他教学的生涯，一直教了49年，79岁圆寂的，圆寂在树林里头，不在房子里头，世尊的教学是用身教为第一，言教是辅助，最主要的是身教，我做出来给你看。不是讲给你听，讲给你听你不相信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做出来之后再说，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。人相信，没怀疑，教的人很轻松，接受教育的人很得利。后人把他的教学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流传给后世，这就变成经典。经典的翻译可靠吗？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怀疑。为什么呢？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读一篇古文，文字不多，两三百字而已。
啊，找几个人来把这篇古文翻成白话文，十个人翻十个样子，有没有把这意思完全翻出来了？几乎一个都没有。一个人翻这个部分，那个人有那个部分。那佛的经典从印度传过来，翻译会不会出现这个毛病？我们担心啊，尤其是一部经有不同的版本，译本啊，像《金刚经》在中国六次的译本，你比照对起来看看，里面是大同小异啊，决定不完全一样。无量寿经12种译本，可靠吗？我向方东梅先生请教，那个时候没有学佛，就这个事情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说为什么印度这些梵文经典没有被保留下来？照理说翻完之后，这个原本我们应该把它保存，好好保存流传下去，为什么梵文经典全部丧失？哈，方老师听我这问的时候，他哈哈大笑，告诉我，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，现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外国好，中国不行，古时候中国人全世界中国最好，外国都不行啊！中国人翻译出来的经典意思完全没错，文字比梵文还要美。换一句话，学佛经，学中文本就够了，梵文可以不要了。这样的气概啊，哪里是现在的中国人啊？这方老师告诉我，啊，你是中国人多么有自信心啊！啊，这个问题我同样也问过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回答的跟他那个不一样。李老师说，从事翻译工作这里头的大师，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再来的，那能犯错吗？甚至于从一册修师，或者是文字整理的时候，这些人员是帮助的人员，都是三国以上的圣人。啊，李老师，这中国人有福啊，佛菩萨特别照顾啊。啊，翻译工作用现在话说，完全是福利加持，成功。啊，方老师、李老师两种说法都正确，都很难得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怎样才能恢复自信心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。啊，古人有这么好的信心，从小培养成的啊，父母的教诲，老师的教诲，啊，养成对自己有信心，对父母有信心，对老师有信心，
对祖宗有信心，现在这个信心完了，现在人对自己没信心，对父母没信心，对老师没信心，对祖宗更没信心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才是今天社会问题的大根大本啊！老祖宗真的对得起后代，啊，我们今天的后人对不起老祖宗，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不是科学，科学是其次，真正最伟大的发明是我们老祖宗发明了一套工具，这套工具是个载具，把古人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啊，记载下来，流传给后世，永恒不变。这个发明是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。文言文啊，老祖宗看得很清楚，语言是会变的，随着地方变，随着潮流变啊，古人说的话我们现在没人懂，我们今天人说的话过个一千年之后也没人懂，所以语跟文要是一致的，那个这个文字过了几百年之后也没人看懂啊！你看欧洲的拉丁文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极少数考古学家一篇文章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，只有几行局部啊，唯独中国文言文啊，你只要会文言文，文言文不难的，它永恒不变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经学讲经，老师告诉我们文言文也是经典的基础，经典是最浅显的文言文，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啊，所以它便利于大量的流通，不用很深的文字啊，最浅显的啊。老师要求我们学文言文，怎么学法呢？背古文，你能背50篇，能够理解，能够讲解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。你能背100篇，能讲这100篇，你就能写文言文。不难呐！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文学院的人不但写不出来，他念都有困难，他都不能完全理解啊！过文程度一落千丈，这不是形容词，这是事实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们疏忽了没有教文言文啊！从前的学校是私塾，
真的是家庭负这个责任，教育责任。所教学的全是文言文，没有白话文的。啊，但是民国成立之后，国家建立学校了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了，就开始用白话文。啊，文言文逐渐逐渐被淘汰掉了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这问题出来了。啊，四库还在。商务印书馆重新翻印了。啊，四库会要还在。世界书局翻印了。没有人读了，不是没有人不想读啊，想读啊，文言文看不懂了。啊，四库是这个地球上全人类无价之宝。啊，里面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做人。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做人到整个世界安定和平，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全都在这个书里头。啊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是四库的精华，精华录。啊，唐朝盛世就靠这一本书作为治国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当时地方首长统统要读。啊，成就的大唐盛世啊，这个书能够流通全世界，全世界人都能读，我们地球就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人人起心动念善，言语造作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这就是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这一份珍宝可不得了啊。啊，现在书印出来了，不会再丧失了。以前我们真是害怕，因为这个书最初是手写的，四库只有七套，会要只有两套，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一套，啊，四库跟徽要都烧掉了，所以只剩下一部徽要，六部全书，在战乱当中的时候已经丧失掉三套了，现在全世界全书只剩三套，太可贵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次翻印，啊，商务馆印了大概有几百套，啊，世界书局的会要也是几百套，我们相信不会丧失了，但是谁去念？啊，我在国际上推动学文言文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学。啊，外国人学中国文不难，我看到很多学生学中文的学生，啊，他们学中国的古文，读中国的经典，我问他们，你们文言文学了多久？他们告诉我，三年。
专门学三年中文，就能读中国的四库全书，不难的。外国人努力都学了，中国人就会跟进。外国带头了，我们会跟着进了。现在非常难得，我看到一批小朋友在学。非洲的小黑人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照片。哪里去了啊？在这上面。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看到的。台湾有个法师，慧理法师，在非洲收养了3000个孤儿，他们统统都是孤儿。法师教他们中文。他们现在在学习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三字经》。所以我很欢喜。我告诉这法师说，你功德无量。非洲将来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。真正修好，他们可以统治全世界。他们会带给人类的安定、和平、幸福。不容易啊。这个孤儿学没有人干涉，他们小朋友非常守法，因为他别地方没法去，所以所有一切娱乐东西都没有，体操，学中国武术锻炼身体，学中国传统文化，真难得了。我看到这小朋友看到中国的希望，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开花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是他们小朋友在马来西亚表演的，在马来西亚带回来照片。哪个地方有这种环境没有障碍，我就劝他们要认真学。这个学会的影响非常之大，全世界人梦寐以求的是如何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这个东西汤恩比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救21世纪的地球。那这是什么？中国什么东西呢？孔孟是中国的，大乘也是中国的。孔孟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孔孟总结写成4个字：仁、义、忠、恕。孔子一生讲仁，仁是爱人，人要爱人。义是合理，思想言行
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就叫义。啊，孔子、孟子一生的主张，夫子之道，这是学生对孔子的一生的行矣。啊，说出两个字，中恕而已。啊，这两个字代表了孔子。忠是大公无私。啊，忠这个字，啊，上面是个忠，下面是个心。心要放在中间，不偏、不斜、不私，这就是忠。啊，也就是真诚，真诚心待人接物，恕。原谅别人的过失，他没有学过圣贤之道，无论做错什么事情都要原谅他，不要去责怪他，用这个方法，用大乘的真诚慈悲，可以化解冲突，可以把这个世界带向安定和谐。啊，更难得的，这群书之要跑出来了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我原来这部书失传了，啊，不可能再发现了。没有想到，我常常念着这本书，想着这本书，哎，居然有同学我都不认识，啊。我讲经的时候提了一下，他们到处去找，把找出来了。啊，找到了两部，都民国初年的，啊，大概80-90年之前的，寄到我这儿来。我这一看，如获至宝。啊，这个世界有救了，国家有救了。为什么宝出现了？啊，所以我可以看这个书很完整，虽然很旧了，啊，字都很好，没有缺损，啊，我就立刻交给世界书局，印10,000套，啊，分送给世界。各个大学图书馆就收藏，怎么样的灾难都不会毁掉。为什么？我们散的地方多，灾难不可能是全面的。啊，用这种方法来保存呢、啊？啊，我想了，应该有10-20年。给《四库全书》啊，打造一把钥匙，我们能够开启四库的门。10多年，啊，曾经在上海做了一个实验，请了几位大学退休的教授，啊，教语文的教授。从四库里头选择一些精华，就像唐太宗这个方法一样，啊，群书之要一样。群书之要的偏重政治，我们偏重于学术，啊，做学问的，选择精华，成一部书，分量不大。四库从哪学？从这部书学起，学了这部。对四库就有个概略的认识。你要是专攻的，你就晓得，依照你自己兴趣，你就可以选择一门专攻。啊，能够学一部书上用10年功夫，它就成为世界
第一流的汉学家。啊，十年专攻在一门上，就会有成就。啊，没有老师不要紧。中国古人说的很好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本书念上一千遍，意思就通了，不需要跟学就通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一千遍你得定了，定能开智慧。啊，禅宗说的大彻大悟，确实如此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想，那些圣贤人，谁教他？释迦牟尼佛谁教他？啊，他的华严经跟谁学的？法华经跟谁学的？大般若经跟谁学的？没有老师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觉悟里头来的。所以我们走佛的这个路子，不要老师啊，选择古人一部书，就一门干下去，你干个十年二十年干通了，嘿，无师自通，人家相信了，跟着来学的人就会很多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无师自通。啊，我听说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是无师自通。啊，无师自通的人不少啊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就怕你自己不肯干。哎，你自己肯干就能通，依照戒定慧，啊，戒能得定，定就开智慧。啊，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是戒。真正照做，时间久了，他就得定。就是妄想没有了吗？心定在一部书上。啊，不要学多，一贪多就完全毁掉了。你的精力、时间全分散掉了，所以一事无成。纵然好学，学一点皮毛知识而已。啊，这个书本里头的真实意你没有得到。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真实意要靠悟。啊，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真实意就现前了。啊，你所解释的跟佛解释的没有两样。啊，用经典来做印证。啊，我所悟的，我所理解的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那就没错。就证明你确实入佛之境。啊，有老师我们当然是谦虚有礼亲近老师，没老师怎么办？啊，没老师就是这条道路。啊，而且这条道路决定走得通，只要有耐心有愿心，这个愿心不为自己啊，为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这个道统不能让它消灭掉，我要发心来继承，只要发这个愿，世世代代老祖宗都保佑你，佛菩萨保佑你。为什么？你真正是续佛慧命，真正是即往开来啊，苦要受。为什么？代众生苦，
啊，众生之苦我们要承担，无怨无悔，这个事才能做得圆满，才能做得成功。啊，有一点自己私心名利在里头，你搞不成功，那是假的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没什么指望了，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。所以我所想到的，我都在讲经的时候告诉大家。你们能够把这些理念方法搞清楚了，佛菩萨东西，老祖宗东西，你们就得到了。啊，所以《维摩经》上讲，众人不勤，由而安之。由是同志，中国人讲叫朋友，朋是同学，由是同志，同志比同学更亲密。啊，这是五伦里面的一伦。啊，伦是讲关系。啊，同学的关系，同志的关系，啊，由而安之。赵公曰：“深赵大师，真友不待亲，譬慈母之去婴儿，真正的同志，哪里要亲呢？”啊，志同道合，这自然的结合。啊，像慈母关怀婴儿一样，无微不至啊，时时刻刻念在心上，经营诉说。啊，它就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。所化众生，无极感生，名为不清。啊，众生迷惑，没有想到出离三界。没有想到轮回生死这桩事情啊，都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，一切人都不能避免的。啊，这个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所以没有这种念头啊，更甚些。没有缘分的，这就叫不亲。菩萨强化为作因缘，强是勉强，勉强变化，给他做一个起心动念的。啊，这就叫由而安之。中国人好学，中国人尊敬圣贤，所以佛菩萨在中国应化为圣贤，应化为读书人，应化为长者。
啊，来做影响众。啊，这些人遇到佛法，生欢喜心，学佛了，起带头作用。啊，社会一般大众看到他们学佛，于是也跟着来学了。这就是化作因缘。第二呢，说化众生，虽有道机，无其要欲，不知求甚呢？这也是不勤的第二个意思。啊，这是说什么？过去生中学过佛，但是根不深。啊，他有阿赖耶识，有种子。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这个地方来诱导他，把他阿赖耶识的种子引发出来，让他继续努力提升自己。这是第二种因缘啊，都是自己不知道去。求教于老师啊，这样的人多啊。我们认识一个好的老师，看到同学当中、朋友当中有真正好学的，把老师介绍给他。啊，我在台中求学，遇到李老师。那个时候有个出家的朋友，大我5岁，这人很聪明。啊，我把他介绍到台中，我们一起学经教。他学了10个月，业障现前。啊，睁开眼睛看经书看不到字，这一片黑的，就离开了，没能学成功。啊，10个月没学成功，就慧人法师。啊，以后他到香港来了，在香港往生的。第二个人就是徐启明，就是现在还在台中。啊，这个人老实，有耐心，学成功了。啊，他学佛，但是在儒、在古文这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啊，功夫比我下的深。我只是搞佛学一门，啊，他搞了2门，啊，所以传儒就他一个了，啊，很不容易，啊，所以遇到好老师要介绍同学，能不能成就呢？那看他自己的缘分。啊，我们尽到责任而已。菩萨随机而为强化，明有安之。啊，这个有而安之，净严疏里头有2种说法。下面第三段，随护佛众心。啊，这样非常重要。佛种心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。啊，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护佛种心？护佛种心，你这一生就可能成佛。啊，不知道护佛种心呢，这一生就可惜了。我们看经文。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
护佛种性，常时不绝。念老的注解，第一句：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此有二解。第一个，净隐疏语，明修圣解，如来藏心，是为如来甚深法藏，按章基础，明现即性，故曰受持。那么这个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。明修圣解就是禅宗上讲的明心见性，明是智慧现前，迷惑破了啊，智慧现前。对于经教有深度的了解啊，殊胜的了解，这就不是字面上的。啊，那怎么了解呢？契入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如来藏。如来藏心在我们净土里面讲的是离一心，禅宗里头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是圣解如来藏。在净土宗里头修的是什么？一心不乱啊！念佛的目的不是说念佛佛号念多少声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无关紧要，要把妄想心念掉，目的在此地啊。会念佛的人念头才起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通通叫做妄念。为什么？真心里头没有念头。大乘教佛阐述真心立念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有念就是妄心啊。所以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执着叫见思烦恼，这些东西都障碍自信。那自信为什么不能现前？自信现前是什么样子？无量智慧。无量神通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都现前了。啊，释迦如来现前了，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里头，
也有透一点这些信息。我们看到听到，都有这个能力。最近的一个抗战期间还在，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，人家称他金山活佛，真的确实有神通。漏尽通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发现他有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。那照这样看到，他最低这个阶位是三国阿那含。他有这个能力。但是这个些能力还没到见性。见性要破无明烦恼。这三国圣人呢，只是破见思烦恼，还没破干净。破干净就证阿罗汉了。他有这么多能力现前。那么这个地方解释是以如来藏，就是一心不乱，这是如来甚深法藏。暗是无明，障是业障，无明业障放下了，断掉了，明心即心，明是明了，明白。现在自己心中故曰受持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。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，明心就见性，见性就叫明心。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也是这个境界。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。明德之人，大慈悲心一定发出来了，自然流露出来，那就是清明。清明就是慈悲心呐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，止于至善。无论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止于至善，纯净纯善，没有过失。这中国古人讲的，佛法到中国，用佛法来解释中国古来的典籍，把儒一下就提升了。
啊，所以佛法到中国，古时候儒跟道都非常欢迎。啊，确实，读佛经，听这个讲演佛法，确实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。像我们现在看这个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我们用佛法来印，来汇通，立刻提升。啊，佛法里头很难理解的问题，都获得答案了。那么第二，真解说的，即文殊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法是佛法，法藏就是经典。多闻归一闻，一闻呢，即是闻其名号。啊，真解这个说法，把它回归到净土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所修的一切法。所证的一切法，到最后通通归净土，就多闻归一闻，一切法最后归到一法。这个一法是什么？这个一法就是阿弥陀佛。这讲得好啊，讲得真好。啊，真解是日本净宗大德，唐朝时候人，在中国留学。他的老师是我们净宗二祖善导大师，善导大师的学生。回国之后，把净土宗传到日本，啊，成为日本净宗的祖师，啊，说得正好，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很羡慕啊。赞叹不晓得自己怎么修法，都认为摇头自己做不到。啊，真解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诸佛甚深法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个事实，这个道理我们讲的很多啊，这些年来我们在一起分享，常常提到啊，隋唐时代那是中国佛法黄金时代啊，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，佛法在中国盛极一时啊，大护法是唐太宗啊，
唐太宗这个人开明，心量广大，能包容一切。啊，基督教那个时候传来的，回教也是那个传来的，唐太宗统统包容，平等对待。啊，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上面赤金，这是国家皇上下命令建的。佛教的寺院赤金，清真寺也赤金。啊，用平等心看一切宗教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。那个时候的学者应该是佛门学者，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最圆满啊，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啊，最后讨论的结果，大家肯定《华严经》，所以称《华严》为释迦的根本法论。啊，一切经都是从《华严》流出来的，好像种树。华严是根本，世尊所说一切经是枝叶花果，都离不开这个根本。啊，这个根本就包容一切了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看作大乘佛法概论。啊，这里头所说的义理。各个宗派东西都有，全都包含了。承认这部经啊，是代表佛教的啊，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，华严的旨意。可是华严经到最后文殊普贤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，啊，善财童子53参，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把无量寿经抬出来了，一切经教归华严，华严最后归净土，这是事实啊，经上确实是这么说的啊，那么这就肯定了无量寿经是第一经，无量寿经在这个本子有48品，哪一品是第一呢？那继续找啊，啊，当然是第6品48愿的，极乐世界是48愿造成的，离开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。啊，那48愿这48条，哪一个愿最重要？啊，继续不断追到底，特别是日本人喜欢，
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但研究最后的第十八愿。十八愿是什么呢？生念必生，就是念佛名号。所以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作为是四十八愿里头的第一愿，就是无量寿经归于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我们看到经上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叫佛中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都归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用这一句名号取而代之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几个人晓得，这个名号代表释迦牟尼佛全部佛法，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法，甚深法藏，就这一句名号，没人认识。如果真有人认识，你一定会分秒必争，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，绝对不能让他空过。那为什么这个名号功德不可太大太大了，无法想象啊！你在世出世间做什么好事都不如念这句佛号。知难行矣啊，这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。行容易啊，知太难了啊！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。我们这一生搞了60多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有时候多难，行容易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啊，万缘放下啊，真放下了啊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了啊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活在这个世间就是念佛，劝人念佛，自己不念佛怎么会劝人念佛啊？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句佛号功德利益啊，念佛功夫不得力的，就是对于这佛号功德了解不够透彻啊！今天如果有一点有这种事情，啊，这家银行放的一堆钞票，告诉你，你一张一张去拿。拿一张都是你的，拿两张也是你的，你一定不休息，从早到晚的时候一张一张去拿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好处吗？但是佛号的好处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，你为什么不肯呢？不肯干啊？拿了个假钞票给你，你就那么喜欢啊？你分秒必争，那唯恐少漏掉了一张啊！用这种心来念佛，你决定上品上生。
啊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